戏版海报黄渤，有戏版海报舒淇，有戏版海报王宝强，有戏版海报王迅，有戏版海报于可伟，有戏版海报张艺兴，由黄渤自导自演，王宝强、舒淇、张艺兴、于可伟、王迅联袂主演的电影《一出好戏》将于8月10日全国上映。上映前一天，电影《一出好戏》发布了谢谢你特辑和一组有戏版海报，特辑集中呈现了主创拍摄的幕后点滴，海报以不同语种与树叶交织为背景，体现了电影在海岛上的生态环境和生存关键，主创每人神态表情各异，耐人寻味。电影《一出好戏》公映前已在全国多地举办影片首映，创造了超高的热度和爆棚的口碑。黄渤收到张艺兴感谢真心话手写信，哥俩携手当人生赢家。据悉，电影《一出好戏》讲述了公司员工团建出游遭遇海难，被迫流落荒岛后共同生活，并直面一系列人性问题的寓言故事。片中，黄渤饰演公司底层的小职员马静，王宝强饰演导游兼司机小王，舒淇饰演美丽知性的大众情人珊珊，而张艺兴、于和伟和王迅则分饰马静的表弟小星、老板张总和公司中层潘主任。谢谢你特辑将5个月的拍摄过程娓娓道来，上岛65天，等天气12次，改戏7次，第一个镜头冲浪压上路前后拍了5天。导演黄渤瘦掉2个腰带后等电影幕后故事，张艺兴还暖心给导演黄渤写信，真心话坦言，渤哥感谢你的选择，希望小星没让您失望。导演黄渤感动流下眼泪，直言和像家人一样的朋友共同认真地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。黄渤、王宝强、于和伟被群鱼环绕，出其温暖恬静，笑靥如花。此外，今日片方更发布有戏版海报，导演黄渤手里紧握彩票，眼睛45度角度有所思向上看，似乎虔诚期待着老天爷让喜从天降。王宝强长发凌乱，去着胡须咧嘴大笑，不禁让人好奇在艰苦环境下还为何这般。舒淇温婉的笑意顿觉世界美好，张艺兴头顶黄色卷发，戴着黄色眼镜，一脸青春的笑容扑面而来。于和伟是穿戴最讲究的一位，头发虽然稍显凌乱，但是眼神自信坚定地望着远方。王迅则戴有色眼镜，手拿两张美金，露出谄媚的笑容。日前电影已陆续在广州、上海、武汉、北京等地举办数场首映观影场，备受好评。作为黄渤的导演处女作，